觉得教练送球的时候特别的累，你打不好他会跟你说要重来。我觉得教练给我们打分的时候要跑的位置很复杂，教练也对我们很严格，位置都要到位，都没办法偷懒。就是因为没有爸爸妈妈照顾我们，然后帮我们洗衣服之类的，我们就是要学会如何独立去面对去外国比赛的一个人住饭店的问题。我第一天来一直试洗了3个小时的衣服洗不完，我从不会洗衣服到会洗衣服，我试了很多按钮。是来星星知我心的这边的计划，是我第二次就是跟奶奶分开，在这边的话就要自己设闹钟，然后自己晚上就要提醒自己，就是要赶快早起，不然就是会错过练习这样。